他的六维陀转向好，耐撞看不到，耐撞看不到，飞漂移能力强，还有皮肤还没上架呢。机器速度加一，还是机器裂开了呀，转向车耐撞都不会太差是吗？让我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，来坑队友，假装我还是很牛批的好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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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秋之物语，大人登大衣，来来来，秀他，不改，改个屁，不改，直接秀他就完事了。灵改装怎么了？照样拿来玩。直接灵改拿来玩，虽然有点难受吧，但是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还能够抢救一波。你看，你又憋我这未改装的车当改满的车来使用。满改车使用。开氮气。还是有点难受的啊。问题不大啊，问题不大，喜提新车，提车提车提车，不用改装的，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，特别好用特别好用，建议入手建议入手。哎呀，没说出来，呵呵，这车特性触发，要我是后追呀，啊，兄弟，啊，这个后追，我再试一下。组队能看出效果来，没改装的车过完好比较多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新车啊，没有改装的效果是怎么样的？咱们来试一下。噔噔大，满足你们要求看的。哎，对呀，哼哼，搞他。淡薄，来试一下这个未改装的车的效果。哎呦，估计得裂开。我觉得这车跑这图应该影响不是很大的呀。应该影响不大。弹射走人，哎呦喂，牛逼啊，我能追，给我机会我还能追。第一冲他，这里要进阶一下吧，万一被撞了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贴内道，贴蛇，氮气延续，好，贴内弯，氮气延续，氮气延续，
牛逼，好像没了。哎呦，难受啊，追不上去啊，我的天，队友太菜了。